主料：大白菜帮子400克，辅料：芝麻酱、生抽、芝麻油、醋、花椒油、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取大白菜帮子洗净沥干，将大白菜帮子放入放了一匙盐的沸水中焯熟，捞出放入冰水中片刻沥干待用。将调料中所有调成糊状，将大白菜帮子切成小块码好，将调好的调料浇在白菜帮子上，撒上压碎的果仁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煮水时水里加点盐和油，焯完后再过凉水，这样可以保持蔬菜的清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